哎、欸，等一下要吃什么？今天突然很想吃济公西厢鸡耶。好，不要啦，我要吃鳝鱼意面。好，不要，我要吃披萨，我要吃意大利腊肠口味 cheese 加多加芝心。反正我就是不要吃鳝鱼面啦。我就是要吃鳝鱼面，微辣多欠多。我要吃济公西厢鸡三号餐加零卡可乐。好啦，不然我们就用疯狂地下城来决定今天晚餐要吃什么。来啊，谁怕谁？疯狂地下城游戏方式。疯狂地下城是一款自由对战的游戏，适合二到四位玩家，成为最后存活的玩家即可获得胜利。每位玩家可以从四个不同的角色中选取一个进行游戏，每一个角色的绝技、装备以及能力都由套牌中的牌来代表。卡片类型，第一种攻击，攻击牌可以对你的对手造成伤害。当你出攻击牌的时候呢，那位被选中的玩家会依照牌面上的攻击符号的数量，损失等同数量的生命值，除非他有作用中的防御牌。防御牌可以帮你抵挡伤害。如果一张攻击牌造成的伤害超过一张防御牌能承受的伤害，多出来的伤害就会转移到其他的防御牌上。当自己的防御牌也被消灭时，多出来的伤害就会转移到你的身上。抽牌，出抽牌卡可以让你多抽牌。当你出抽牌卡时，依照牌面上的抽牌符号抽取相对应数量的牌到你的手牌中。治疗牌可以让你从伤害中恢复。当你出治疗牌时，依照牌面上中治疗符号相对应的数量恢复相对应的生命值。再出一次牌可以让你在你的回合时多出几张牌。当你出再出一张牌时，你可以依照牌面上的再出一张牌符号数量出相对应张数的牌。神兵超凡能力，每个角色都有一些独特的特殊能力。当你选出这种牌时，请按照牌面上的指示行动。你超凡呢、欸？决斗！谁先？年纪最小的先。可以，我先抽牌。嗯。要、啊、不然你们先啊，奇怪、欸，莫名其妙。好，你先。来。啊，我要先抽牌。哎呦，可以。我要先打出一个挑起争端，先打你两滴血。我以为你是看着我，然后要挑他。你说假挑哦？对啊，你说假挑哦。换你。好，从这个第二位玩家是第一位玩家左手边的玩家哦，换我抽牌。等一下，左手边不是他吗？啊，抱歉。右手边的玩家还是左手边的玩家？哇，是你笑哦，是换你，换我是不是？洗牌，洗好牌，我的回合，做效果啊！来看一下，现在哦，这边策略非常多，左右不分，先使出这一张姿势就是力量。哇，你可以干嘛？抽三张，抽三张牌。好了，快点抽，快点抽，还在看书，直接抽三张。哇，那个资源差距打出来了。对啊，我现在有六张手牌，对不对？我一张都不能打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一张都不能打，你这回合就结束了。我打错张了。好像不应该这么快抽牌哦。抽牌，我想想看，先召唤我的暴徒小队。哦，叮叮叮叮，先来两个。为什么这个三个人呢？不要问这么多，就是两个多人。没错。好，换我抽牌。哇，我要来伸张。更高的正义牌，不是，他打他，一二三，不想吃激光香香鸡，激光香香鸡下去。Oh my god， 所以就换我了，是不是？没错。那我要再使出，我差点打你这张，哦，但是我没有打这张，对，差点还要再读书，差点又要进图书馆了。我来这个，魅惑，拿取对手桌面上作用的那个盾牌牌，这张牌现在会保护我。哇！所以是你这一张，现在要保护我咯、啊、他会回来吗？他不会回来，他不会回来了。他已经被我魅惑了。魅惑了。爱你哦，米哥。爱你哦，米哥。你爱的是他，不是我。暴徒小队爱你哦。我嘞，出牌。奇怪，怎么会搞成这样？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的暴徒小队居然已经背叛了我，原本还想帮他打一个 combo， 没有用。那我就只能更多的匕首哦，更多的匕首开手，哇，抽牌，还可以太差了，顺便补一滴血，换我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抽牌 ，Oh my god， 挂卷王也不能怎样，墓碑哦，
哦，我以为你要 full house 啊。full house。我要先使出伸张正义。伸张正义。我没有，我盾，盾不要打我，太硬了，太硬，真的太硬，打不死，现在打不死。我先打你。打他比较痛，打他比较痛。他有护盾，为什么不先打他？我还有一个闪电，然后我再使出神圣灵感。神圣灵感是怎样？要拿要干嘛？我要拿回拿回一张弃牌对不对？没错。我当时你要补两滴就补不到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那我再拿回伸张正义。哎，伸张正义是哪一张？哦，你真的是正义感很强的一个人哦，那你很想伸张正义哦。来抽牌，抽起来。嗯，怎么又要犯书了？怎么抽一个又要犯书了？安永昌，很爱念书哦。啊，十夫术，十夫术，直接加两盾，对，直接加两盾。哇，他盾牌好多哦，欸，好像要先集火哎，欸。对啊，他那个血有点太多了。好，结束了，慢慢抽牌。我想想看，我从现在开始不能动嘛，对不对？我先用一把飞刀，因为我已经十夫术了，对，先打这个十夫术，啊，直接碎掉这样的。还没有，你还在十夫术，我还在，我还有，还在十夫术，请你继续。危险动作。再来一把飞刀，好，拜托。OK， 咻咻咻，这什么废牌啊？我还有一个闪电，最后使用偷窃，偷他的。哎，我这个我这张上面这张很强，超强，这张很强吗？那我要偷你的，来伸张更高的正义。请问你要对谁使用？我要再继续打他，把我的暴徒小队打回来。你打我几下？一二三四四下，是不是？四下。暴徒小队，还你，暴徒小队。错了，全部归队。换水，我要喝苦水汤。我闭嘴啦！我要打出伸张正义。伸张正义，我看看你们鞋谁鞋。我七滴，我八滴。哎，他多一点，他多一点，打。是的，我还可以再出一张牌。我再使出伸张正义。他怎么还可以再打一张啊？他又在使出，最后我要使出神圣灵感，我还可以再拿回来，又可以再伸张正义。不，我要拿攻击回来，升高更高。哦，他这个要升头了，伸张更高。不是，他一直在补血，但是他血一直是满的。他易补，没关系，他这样不划算。回合，不要废话那么多。抽牌来一个，手牌好多，哥们。我要使出这张招。要干嘛？闪电术！哇！好几下啦！你不要多打，偷打一下，我按多呀，偷打一下，多打一下，一二三，减三滴啊，七滴血，换你，又换我了，抽牌，我对面那个不知道为什么手牌那么多，我只打一张，完全打不完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先来一个狡诈行动，你也开抽，没错。可以再打两张，来飞刀骑射，打他！我看一下你的血，打你，反正你会补血，我跟他差不多，还想补血？没有，你有补血，我又没有，我等下打一打，我又破了，还有一张，我是死定了，大哥！精灵伪装，没有盾牌，躲起来，没有盾牌，装没事，是不是？装没事 ，OK， 换我抽牌，哎呦，可以，那我要先打出。有子否决，我有两回合可以打，然后我再使出一张毛毛，直接养宠物是不是？是这样喊吗？不，这羊是马，它是马，你刚刚是羊，那马怎么喊？哞。有马的感觉哦，有啊，那肯定。那坦白讲，我觉得好像差不多。那可不可以分我一个？哎，不行，我要先上两个。还有一张牌，难道又是闪电吗？伸张更高的正义。哇！你谁血要少啊？你还打自己吧。他血比较多，剩四滴血。我觉得他刚刚偷偷报仇的感觉，但特别大。对，毛要留在场，毛要留在场，毛要留在场上，马要留着骑，马要留着骑。抽牌，我要使出这个石破天惊的招数，长枪棍，闪电术，哎，是他，怎么又是我？你刚打我，打我很大力来电你三滴，毛毛请下去，又换我嘞，抽牌，怎么样？四只蛇，抽的一张牌。结束，结束了，你终于有一个回合是打得比较快的了。Oh my god， 魅力无边。
哦，你要开修魅力五遍是不是？没牌的时候补牌，没错，高手哎。结束这回合，换你。手牌最多的，好像看书哦。我这边还有两本书可以看哦。一回合只能打一张牌。啊、先抽牌，不要啰里吧嗦。来看一下，现在拿什么东西？下剩几滴血？我剩四滴血。我剩六滴，他剩三滴。先打他。怎么搞成这样？你说你打死我，你等下没资源打他了。我跟你讲。你说先打他是不是？那没问题，我一定打他。来，火球术全部一起吃。哇！你自己也要吃啊！我就。我死了！好痛！我感觉很猛哎，直接打。好扯哦！直接打那么多滴。你这样干嘛？跟我的回合冲牌，让你看看，他没有伤害啊！飞刀起射，就就就就就就就，请你把刚刚借你的锤子还我！我是智障哦！鲨鱼意面的胜利，狙狙了没？可是我本来想说这个打完我可以再打一张牌，但这个打完轰完没了，而且还刚好换他，那就真的没得玩，直接把人全部炸光。那要吃鲨鱼意面。鳝鱼面，这次的疯狂地下城简单好玩，轻松上手，适合二到四人同乐。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嘴炮，也非常的适合喜欢卡片游戏却又不想花大钱的人。那么哪里可以买得到呢？孩子宝某某线上旗舰店，还有各大桌游通路。那不如我们现在再来玩一把吧？为什么？应该先拿晚餐吧。